要保护小孩，要不然以后他们会很可怜。那你们是自己来的还是参加什么活什么团体？自己来的。你们看到什么什么什么的哪里的资讯来的？哪里的资讯？网络上。你是看网络的？然后电视上也有。哦，这样好。那你们是这两对两个家庭一起来？没有，是我妈妈。啊，那是你妈妈。对。所以是三代同堂来的。对。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？还是我们啊，同学啊，是，好，谢谢。不错。